Chega nessa hora, acho que o psicólogo.全部拆掉。这里拆掉，这两颗。把所有线头都拔掉，电池取下来，把座椅拆掉，转向灯拆掉。拿掉，然后这里把这个后面连接器后面连接器这里后堵头给它去掉，螺丝松掉，这边也一样，同样的把连接器这个螺丝松掉，不用拆那个呀，不拆这个出不来，不用拆，拔这么带点，可以拔掉的，把连接的连接轴、连接车架轴拆掉，把刹车线取掉，然后。把连接这个铁盒的这两个螺丝，下面螺帽拆掉，把前面这上面这四颗螺丝全部松掉。前面两颗也把所有的线都拉出来，把所有的线刹车线好，这样车架就拆下来了啊，尾灯的话也可以拿掉，转向灯的话也可以拿掉啊，不用，好了，车架就拿下来了。